吃什么呀？闺女，我给你吃什么了？我给你吃碧公丸。啊？海呀，那个药名为碧公丸。大伯已经用丹药方具里的铁金八脉，短期之内你是洗不出功力的。对，我才不相信有什么碧公丸这种东西。富伯，你让小姐试试。嗯嗯，小姐，你打我一掌试试。嗯嗯，小心哦。来了。回去好好反思反思你作为五岳掌门的责任和义务。大漂亮，在拖小姐回去。是。不不，我不回去。小姐，拖回去。哎，小姐，不不，我不回去。小姐，放开我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吧，小姐。拖回去。我回去。哎呀，想困住我，下辈子我奶奶这就去闯荡江湖。这条什么时候加封啊？哼，就想用这招拦住我，小瞧我。还好我有插侠写的插侠语录。插侠语录第四十三条，通往成功的道路必须努力做阶梯。